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tty。那目前呢是在担任专职 model 的工作。那平常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展场或者是网拍等等。那之前呢，有在展场的一些粉丝说我的侧脸45度角，就是有点像翠玲姐姐。在参加成人展的时候，有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说我长得有点像那个暗黑界的林志玲、波多野结衣，大家觉得像吗？因为我叫 Kitty 嘛，其实我这 Kitty 呢是因为我爸爸取的，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些 Hello Kitty 的东西，所以呢我爸爸就叫我 Kitty。 然后呢我来介绍像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是 Hello Kitty 的行动电源，然后它这个行动电源比一般市售行动电源还要贵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一个 Hello Kitty 一个猫头的一个转接头，对，它后面是插座，然后下面是一个 USB 接头。这个是读卡机，在家里啊买网拍的时候或是展上都相当的方便。一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滑鼠，那到现在我一直都很舍不得用它。然后这个是我化妆包里面有一个 Kitty 猫头的一个小小的发夹盒，里面有个镜子，然后可以放发夹。那女生啊，如果要补妆、弄头发都很方便。Hello Kitty 的东西，因为我相当的喜欢 Hello Kitty， 不管是 Kitty 的家电啊，或者是寝具啊、棉被等等，通通都是 Hello Kitty。那我未来的目标就是一边赚钱，一边收集 Hello Kitty。